会吧？我问你哦，那个假日而已的台语怎么讲？假日哦，咖喱的。假日而已。咖喱你啊！哎，假日而已的台语怎么念？咖喱你啊！你说假日而已的台语？咖喱你啊！妈妈，假日而已的台语怎么讲？咖喱辣娘娘。我你念错了，念快一点。咖喱辣娘娘。咖喱辣娘娘。咦，哥哥，你要我讲几摆啦？我就跟你讲过啊，我就放咖喱娘。哎呀，我就是跟那咖喱娘，我放咖喱娘啦。你咖喱进来啦，嘿啦，咖喱娘，咖喱娘。喂，喂爸。哎，我问你哦。那个假日而已的台语怎么讲？假日哦，咖喱的。假日而已。咖喱你啊！你干嘛骂我？咖喱岛，娘娘啦！哦哦哦哦，你不是在骂我？哈哈哈哈，去啦！哈哈哈哈哈，你别笑啦！我是讲这个笑，是叫你笑啦！啊，歹势啦，使，歹势。啊，让你气到火拢硬起来啦！去摕一支电风来吹啦！啊，电风我知 ，OK。哦，紧紧紧。安怎阿胖？你这不傻啦？不是啊，你不是叫我摕便当过来吹伊？我是叫你摕便当啊！我是叫你摕电风，不是叫你摕便当啊！电风啊！我知啊，我 miss 啊啦！我叫你摕，我叫你摕。等下，便当是咧，我拢记啊，巴肚拢枵起来啦。快！等下，你也吃米露来？啊？吃便当就吃米露啊？安尼敢会使配？当然嘛会使，啊无要配啥？哦。嗯。会使，我进来啦。哎，你还不一路啦！哦，小哥，你食饭了，身体辛苦哦，吼，不怪你身体。好的，好棒耶！一天原子笔过来想吃没？啊，威士忌，阿弟别领空门。当你吃饭忘记带钱包。我去外面抽烟等你哦。你谁啊？稍等一下。干嘛？请问先生要结账了吗？我跟他一起的，我去抽根烟而已哦。好，那你去跟他拿钱包过来结账。我抽根烟还要拿钱呢？小本生意，速不赊账。好啊，快啊，拿啊，去啊，来啊，来啊，你等着啊，等啊。哎，你吃这样多少钱啊？那你算社保吗？我到底是谁啊？神经病哦！他老婆不准别人动他钱包了。哼！哎，公公，你啊，公公，公生，我有钱到哦！老板，快闪，快闪！哎，有猪爆我车啦！当餐厅冷气没开。哎，老板，冷气有没有开啊？好热啊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冷气刚换成维修了。不好意思，你看到地道里面了，死人了。不好意思，我马上回来，赶快去啊！好了，麻烦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搞什么飞机啊？热死了。嗯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帮你补一碗新的来啊。请慢点。老板，你现在口味偏咸呢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重口味呢？不错啊，好自尝奶啊。偏咸是吧？那我水要多一点的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。点
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